老板，打个电话。喂，赵姐，我店里缺货了，想去你那里进点货。嗯，好。行，好了，好。目标转向东湖路，盯住他。陈姊妹，这里是你要的花菜肉身显现。好，下午我就给丁兄姊妹送过去。嗯。最近又有不少弟兄姊妹被抓，你要多注意安全。嗯，知道。哎，我有个亲戚啊，在宗教里是讲道人，人性还挺好。昨天我给他们见证了神的显现做工啊，他们还挺愿意考察。那好啊。嗯。如果他们读了全能神的话，能认出是神的声音。那就是真的羊。嗯，要不明天。谁呀？物业的。楼下说你家漏水了，我们查一下水管。废话，队长，不许动！收仔细了。干什么呢？干嘛？还敢不老实？扔东西了。老实点。搜到一包书。抓了个姓神的，把衣服脱了，搜身。
村长，人带来了，坐好。科长，这些号码打不通了。你叫什么名啊？家住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问你话呢。你什么时候信全能神的呀？在教会都担任什么职务呀？这本上记的都是什么人啊？是做什么的？快说！你不说我也知道。这个本上记了这么多人名和电话号码，你肯定是个代理。呀，这长得还不错嘛！哎呀，这年纪轻轻的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干什么不好啊？非要信神？吕处，吕处，吕处，怎么样？还没有结果。这是我们省公安厅的领导，吕国光处长亲自来审你了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案子的分量了吧？赶紧把情况交代清楚。我们监控跟踪你挺长时间了，知道你是教会带领，我们找你来，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教会的情况。只要你肯配合，把你们教会的上层带领是谁，还有教会的钱放在哪儿，都交代清楚，就啥事没有了。我们绝不会难为你。我信神没有犯法，你们为什么监控抓捕我？为什么？现在国家政府正在全力取缔全能神教会。你信全能神，就是国家要犯，我们就要逮捕你。在中国，是共产党掌权，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无神论。你们信神传福音，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，就是在颠覆共产党的政权。你敢说你没犯法吗？你们说全能神就是救世主来了，是真理。神在哪儿？谁看到了？神能救人脱离贫穷吗？神能救人脱离灾难吗？你们传福音，让人都信神，跟神走，这就是犯法。你们就是扰乱社会秩序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，共产党就要镇压你们，取缔你们。你还是赶紧交代吧。只要你好好坦白交代，我们就可以对你从轻处理。我信神，是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，主宰一切，这是事实，谁也否认不了。现在灾难越来越大，各种瘟疫、饥荒、战争都要临到。
这是因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人类抵挡神造成的。只有全能神能拯救人类脱离灾难。现在天国已经降临了，全能神发表那么多真理，都是为捷径拯救人类，把人带进天国。你们共产党却疯狂地抵挡全能神，抓捕迫害神选民，你们不觉得这是罪孽吗？罪孽？哼！共产党就是要消灭一切宗教信仰，就是要取缔全能神教会。什么罪孽呀？啊！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交代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妈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让我不交代，不走，躲啊，躲啊，躲，躲，躲！妈，起来。中央早就下发文件，对你们这些人，整死也不犯法，打死白死，打死了拖到后山埋起来，谁也不知道。妈的，起来，交不交代？站好了。妈，妈。带过来，起来，站好了，站好，不许靠桌子，站好了，不许动。就你们这些人，还想跟共产党作对，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。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天下，现在让你交代，这是给你机会。等你同伙着了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把他看好了。这两个人肯定是全能神教会的骨干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撬开他们的嘴。是。现在全能神教会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，中央、省委和公安部领导对打击取缔全能神教会的工作都高度重视啊，多次下发秘密文件，强调要多做少说，一声不响地将其打掉。你们这次抓捕的两名教会骨干，手里面很可能掌握重要线索，如果能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，把咱们是全能神教会的带领和骨干分子一网打尽，缴获教会的奉献款，那你们可就立大功了。你的上层带领是谁？教会的钱放哪了？他妈的，问了你这么多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赶紧交代。你以为不说，我们拿你就没办法了？哼。
你嘴硬，老子今天非要撬开你的嘴。没有人能过我这一关。前两天还吊死两个。带过去。好好享受吧。老实点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，得为神做见证，苦再大也应走到底，哪怕最后有一口气，也要为神忠心，任神摆布，这才叫真实爱神，这才叫刚强响亮的见证。神啊，我明白你的心意了，就是被吊死，我也绝不屈服撒旦。怎么样？享不享受啊？站起来，快点。靠，站好。站好了。站好。快走。怎么样？这吊靠的滋味儿不好受吧？想好了没有啊？其实啊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如果你肯跟我们配合，还用受这些苦啊？啊？
这做人嘛，就得识时务。为了一个信仰，把命丢了，这值吗？啊？你信神，可是政治犯，是国家要犯啊！你再这么顽固不交代，不光你要坐牢，你丈夫也得被单位开除，就连子女也不能考大学，不能考公务员，子孙三代都要受牵连。你不能为了自己信神，连丈夫和孩子的前途都不管吗？啊？你不说，孩子就得跟你在这儿一起遭罪。你忍心呐？只要你告诉我们教会的钱放在哪了，我们就立马把你和孩子放了，怎么样？不许睡！不交代还想睡觉，门儿都没有！把眼睛睁开！不交代，他妈的熬死你！只要你把知道的情况都交代清楚，马上就可以回家。怎么样？我好说歹说，说了这么多你也不开口啊！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好，老子给你换个地方。到了那儿，你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沙坑，扒光了衣服丢沙坑，看不出。生啊，我心里很害怕，求你嫁给我胆量。我的神差遣使者，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。但夜里被丢进狮子坑，神不许可。狮子都不要他，我的一切不也在神手中吗？带走。喂，什么？好，紧急案件，我们走。把他带过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喂，儿子怎么了？正在抢救。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走。神啊，是你保守了我，使我脱离了深坑的患难，我感谢你。这都四天了，肚子饿了没有啊？你把你知道的都交代清楚，说出教会的带领和教会的钱在哪儿，马上就可以吃饭。我们再通知你的家人来接你回去，怎么样？啊？
想好了没有啊？嗯，换地方。在上面签字，按手印。科长，跟老子斗，你以为不开口就行了吗？老子照样定你的罪，判你个十年八年的。带走，走，走。是。带走，走。交给你们了。你现在交代还来得及。教会带领是谁？奉献款放哪儿了？我没有办法，没什么好交代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谁他妈敢报应？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们想怎么弄你，就怎么弄你。啊！错了。别碰我！说不说？不说，今天晚上我们让你好好的快活。爽不爽啊？啊？交代，说。不错嘛，还他妈挺有弹性啊！我试试。舒服吧？啊？都给你揉揉啊！翻过来。来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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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帮你揉揉。手感不错嘛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再不好好配合，接下来会有更大的苦头等着你。说不说？不说，我有你好受。快说，你凶我。怎么样？交不交代？教会的奉献款放哪儿了？说，快说。这滋味不好受吧？只要你说出奉献款的下落，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。啊！要不要我陪你好好玩玩？魔鬼！你说对了，我们就是魔鬼。老子今天就要你见识见识什么事？魔鬼！魔鬼！妈的，躲得还挺快嘛！啊！你不老实交代，老今天。你越挣扎就越好玩儿。哎呀，爽不爽啊？说不说啊？赶紧交代，教会钱放哪儿了？教会代理是谁？说，你还挺硬，嗯？还不说，叫叫饺子老子好舒服哟！你们这些邪灵魔鬼，你们就是整死我，我也不出声。再来一次，赶紧说。还他妈挺能扛，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！教会钱在哪儿？教会带领是谁？快说！说！不是你今天收拾不了你！说！快说！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整哭！
又他妈晕了。说吧，我们会替你保密，你们教会的人不会知道的。说吧，快说吧。不说，我们就垫你的下体，那你可就废了，以后你就不是女人了。说不说？是不是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咬啊？教会钱在哪儿？教会带领是谁？快说！不说，我们就慢慢的玩死你！老子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！让你的神来救你啊！你的神在哪儿呢？就是啊，来呀！老子就是神！说。歇会儿。我知己，我看透恶魔嘴脸，千古仇恨岂能忘，宁死不屈服撒旦。身为拯救人，道成肉身，受尽屈辱痛苦，我享受深爱太多，唯有环保岂能心甘。世人就当站起来，敢舍性命见证神。人虽破碎心更坚，为神尽忠死而无憾。就是顺服至死，也要满足神一次。就是顺服至死，也要满足神一次。
就是把我折磨死，我也要站住见证，羞辱撒旦。志哥，这回可交代了。薛哥，醒了。怎么样，嘴还硬不硬了？说吧。你的嘴！教会带领是谁？方向盘在哪儿？说！就是铁腿钢牙，老子给你敲开！老子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老子钉子硬？说！继续。说不说？不说，老子今天让你死在这儿，干脆你白死。说，走，去死吧！快说，说。
少不小心就会失脚，因为这不工作，不同以往的人可以不工作，身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身做的就是老子算是服了，这娘们是他妈钢铁铸成的，整都整不死。算了算了，我得休息会儿。不能再审了，不然人死了，我们也不好收场啊！真他妈丧气，碰这么个硬货、啊。先关进看守所，再想想办法。人是姓陈的，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哎，知道了。王林挪挪，别挡门口。吃饭。吃。他妈的，还敢吐！少他妈废话！
废话，让你吃就吃，给我出来，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吃，咽下去。你下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哪那么多废话，下来，坐好，放开我，对对，老实点。今天啊，让你们瞧瞧姐的手艺。好啊，想看什么造型啊？她是姓沈的，给她剪个仙姑型。好，仙姑行，快过来。给你换个新发型，高兴吗？哟，多漂亮的头发呀！你看，这样像不像个道士啊？像。给他剪个道士头。好，抓好了。再来个包大师的，叫你姓，叫你姓，我叫你姓，叫你姓。在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你能够不体贴肉体，不埋怨神；在神向你隐藏的时候，你能够有信心跟从神。以往的爱心还不变，不消失。无论神怎么做，你都任神摆布，宁肯咒诅自己的肉体，也不埋怨神。临到试炼时，宁肯忍痛割爱，流泪痛哭，也得满足神。这才是真实的爱，真实的信心。神啊，无论遭受什么羞辱、痛苦，我都要跟随你。我恨透了大红龙，大红龙越折磨我，我越要爱你，满足你。科长，查到了，他叫陈新杰，家住江西九江，丈夫开一间修车铺，女儿上高一。二三五到，接近。进去。你们怎么把人折磨成这样？信杰，对啊。
带过去。走。心姐，不准有身体接触。哎，坐下。你咋被折磨成这样？你怎么受得了？朱馆长说了，只要你把知道的说出来，咱就可以回家了。对嘛？你只要说出保管钱财的家，说出你们这上层带领，马上就可以跟你丈夫回家。好月啊，跟你妈妈说说话。妈，月月啊，你在哪里啊？老师同学都说我是邪教头子的女儿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不理我。我每天都躲在教室角落里哭。妈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他们有没有打你啊？我好担心你，好想你啊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妈。要不要把你女儿也叫来呀？说吧，我们的要求不高，你只要说出一个保管钱的家，就一个，你们一家人啊就可以团聚了啊。月儿，别难受了，你妈不会有事儿的。今天我们就回家了。我迷应时时防备撒旦的诡计，为我把守我家中之门，免得上了他的圈套，后悔也来不及。你说你这一被抓，一家人都跟着受牵连呀。你女儿还这么小，就跟着受这些苦，这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呀！你要再顽固下去，你女儿上大学的资格都得被取消。你这不是把孩子的前途给毁了吗？啊！共产党迫害我们心神的人，为什么牵连家人孩子？你们抓捕我，折磨我，现在连我的家人也不放过，还要取缔我女儿上大学的资格。
剥夺我丈夫的工作，你们这么做合法吗？我们这个家被毁，孩子受这些苦，都是你们做的孽。你们还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，真是歪曲事实，不知羞耻。心间有些话不能说。朱科长让你交代，你就交代吧。啊！你知道做犹大背叛人是什么后果吗？那得有多少弟兄姊妹被抓捕受酷刑？得有多少人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？我为自家团圆做这种丧良心的事，那我还是人吗？我还有脸活着吗？你回去吧，我是不会背叛神的。真是个神话分子。你肯定是个大带领。走，心杰，走，心杰，心杰。妈，这都一个月了，一分钱没捞到，连个人名也没问出来，真是白忙活了。我看啊，对于这种神话分子，还是酷刑最管用，就得狠狠的治。对，反正中央都下令了，打死白打死，还有啥好顾虑的？我看也是。打死他，你们就高兴了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撬开他们的嘴，找到教会的钱和上层带领。对这样的硬茬子，光用酷刑有用吗？不讲究点策略，能成事吗？我就知道科长有办法。还得给他们换个好地方。进去。胡玉琴，出来。疼死了！给我挠挠。不给药，这不是要了命了吗？是你。看什么看？滚后面去！要是不去的话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还不是因为点嫖客吗？点不够数，把我抓进来。妈的，把我们当摇钱树了，可不是吗？共产党这些狗官，嫖了老娘，还把老娘抓进来，都他妈的该死！哎呀，你去哪去？你死了！这哪是人待的地方，就是个病毒坑啊！要是被传染上性病、艾滋病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还怎么尽本分？呀，你这太挤了，上我那睡去吧，我那宽敞。哎，走吧。怎么破饭？跟猪食一样，猪食都比这强，根本就不拿咱们当人待呀！又吃着啥？你也吃不吃？你去吧。
天警察把我和孩子分开，不知道把孩子带哪去了。等再见到孩子的时候，孩子的头、脸全都被抓烂了。后来我家亲戚把孩子接回去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，真是禽兽不如。咱们经历这些失联患难，就得为神站住见证。嗯，要是咱们站立不住，羞辱了神，那咱就失败了，就受亏损。被惊过第二条，听到起床，信号后立即起床，停！你他妈是猪啊！背多长时间了还磕磕巴巴的？到墙根站着去，快点儿，过来，转过去，手抬着了，腿，让你不好好背肩背。陈新杰，到。被监规第六条。第六条，对他人违反所规的行为，要及时的劝止，并报告工作人员，不准报。背的太慢，你也到那边站着去。看什么看？哎，我看算了。你看他伤那么重，别罚他了。回去吧，下回好好背。下一个，孙小凤。哎呀，这大热天，看这天天给我们吃什么破饭，就是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就是饭吃不饱。哎，妹子，你这手腕伤的挺重吧？哎，我会按摩，来，我给你按按吧。哦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这也是闲着，这多按摩按摩，对你手恢复啊有好处。妹子，听说你是姓全的神的，啊，其实啊，我婆婆也是姓全的神的。那时候我也想信来着，就是生意太忙，没时间。哦。哎，妹子，你给我讲点姓神的事儿呗。你真想姓神？啊，想。信神最主要的就是真心相信神。咱们在这里也读不上神的话，就只能多祷告神，把一切都交托给神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你说的对，信神啊是挺好的，信神的人还能互相帮助，都有爱心。教会里还有奉献款，能帮助贫穷的弟兄姊妹。我真羡慕在教会里做带领工人的。哎，妹子，你是带领吧？这些事跟信神没关系。你要真愿意信神，我给你讲讲神怎么做工拯救人吧。也行。这个陈新杰嘴严得很啊，你先看看他的资料。我已经和拘留所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会配合你的工作。停水了，你们都去水池打水，排好队啊。小陈，
小陈，我是你老乡，过来一下，我给你写了封信，你看一下，给我回信呢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哎，帮我把信给他。哎，妈，你捡回来了。我不要。我帮你看了啊。姊妹，我是因传福音被抓的，被判了一年半。又是个姓沈的，没意思。姊妹，我是因传福音被抓的，被判了一年半。你也是传福音被抓的吗？警察为了逼我出卖教会，一个劲儿的酷刑审讯我，还给我洗脑，在这里真是度日如年。姊妹，你也受了不少苦吧？不管撒旦怎么逼迫，我们都要祷告神，为神站住见证。在这苦难的环境里，我们更需要彼此帮助扶持，共度难关。如果方便，请给我回信。难道他真是信神的？要不要给他回信呢？再给我送个两包饼干。不行，我不能盲目做事。神呢？我看不透这事，愿你来显明。你们务要时刻警醒等候，多在我面前祷告，对撒旦的各种阴谋诡计要识透，要认识灵，认识人，会分辨各种人事物。集合了，集合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在干嘛？哎，小陈，信。后面，快点！哎，前面那个叫黄国华，是派出所当官的，前段时间还嫖过我呢。你认识吗？这大红龙真是诡计多端呀，太卑鄙了。神啊，感谢你的看顾保守。陈应杰，到。接见。姊妹，来来，快坐！哎，来来来，快坐吧，坐吧。哎，警官，能把那手铐打开吗？我们想单独聊聊。嗯。哎，谢谢啊。姊妹，我们是你老家宗教局的，是专门过来救你的。对。你知道吗？你马上就要被判刑了。是啊，这可是你出去的唯一希望。你得感谢主啊。来，我们先做个祷告，再慢慢说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全能神啊，我不知道撒旦又是用什么花招，愿你赐我聪明智慧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怎么样？
咱们都是主内弟兄姊妹，都是一家人。是啊。啊。你信主多少年了？都到哪些地方传过福音呢？是啊，没准啊，我们还去过呢。嗯。你家人信不信主啊？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救你。嗯。听说你信全能神，你已经走错路了。全能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只有主耶稣才是基督，才能拯救你啊。阿门。你说你信一个人，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能得到主称许吗？能被提吗？他肯定不能啊。嗯。你现在被政府抓捕审讯，又受酷刑，这就证明你信错了。嗯。你要是再不悔改，到时候不光要被判刑坐牢，还会失去进天国的机会啊。嗯。那你不白信了吗？你们说，我信全能神信错了。是啊。那你们的根据是什么？是根据圣经说的，还是根据神的话说的，还是根据你的想象，根据共产党的宣传说的？你们一开口就定罪亵渎神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亵渎圣灵的罪今生来世不得赦免吗？你见证全能神是真神，是主耶稣回来了，那你有什么根据呢？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信全能神，是主耶稣回来了，就是根据全能神的说话都是真理，是神的声音。全能神发表了使败坏人类得洁净、蒙拯救的一切真理，揭开了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奥秘，把世界黑暗邪恶的根源，人类被撒旦败坏的实质真相都揭示出来了，也将人类的结局归宿都告诉给人。全能神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，解决人的犯罪本性，拯救人彻底脱离罪恶，把人带进神的国度。请问，这些工作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到的吗？一个普通的人能发表真理，能做拯救人类的工作吗？全能神发表那么多真理，做了这么大的工作，你们都看不见，这不是太瞎眼愚昧了吗？不管你说的多么好，你看你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，全能神保守你了吗？拯救你脱离苦难了吗？你不还在受共产党的监禁吗？你要再这样顽固下去，不但要坐牢，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这值吗？我们在三字里信主，有宽敞的聚会场所，有政府支持，这难道不比信全能神强多了？你为什么就认准一条道走到底呢？是啊，你现在回头啊，还来得及。你只要承认信全能神信错了，向主认罪悔改，主耶稣会赦免你，政府呢，也能对你宽大处理，让你回家，跟我们一同到教堂里信主。这是不是好事啊？你们认识主耶稣吗？我敢说，你们不认识。你们信主耶稣的名，但你们不认识主耶稣那灵，更不认识主耶稣说的话。主耶稣说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；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
其实陆爷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因着害怕共产党迫害，就不敢跟随神，这能得着真理生命吗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，你们也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了。我是不会背叛神的。你就是个顽固不化的东西，哼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快点啊！后面来跟上。站好了。后面那两个是姓全的神的，你们照顾一下。你们三个吃饭去。你们俩，跟我来。站好喽，把衣服裤子脱了。干什么？我让你做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保持点时间，你有没有人性？放开我！又开始争了，把衣服了。哎，让开！还有你，这犯什么？你们这些欺负！走！我住手！老实点！不是。干啥嘛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发疯了！起来！站起来！我让你给我站起来！站好了！双手抱在脑后，抱在脑后，快点放在脑后，打开，给我打开，腿岔开。犯法有法律制裁，也不应该当众扒光衣服羞辱人家，这也太缺德了！真他妈的流氓！面向所有人，连续做下蹲动作。看什么看？蹲！快点！蹲！起！看见没有？他们两个就是信神的。活该，不知羞丑，耻辱！如果你们也去信神，下场和他们一样。
听见没有？蹲。哎，你姓神，神在哪儿呢？对呀，还姓神呢，祷告你的神呢。就是。祷告啊，我看看你的神怎么救你。起。人家信神也没办法，咋能这么凶人呢？蹲。这些警察太闲了，真是畜生。起。蹲。起。走，快点，站过去。一下，我收拾你！这可不是我整你们，这是警官说的。你们信神，就得受重罚，就得低人一等。所以，现在罚你们受冻，你们可别怨我。给我站好了，站直了，动什么动？动一下，打一下。
起来，干活了，快点！都别磨磨蹭蹭的，手都麻利点。收拾你！这几天必须把这批活赶出来，你们得抓点紧呢。是是。上个月你们车间就没完成生产任务，你这组长还想不想干了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也得被加期。哎，别别别！哎呀，我还想早点出去呢。哎，您放心。这个月我们也保证完成任务。谁不好好干，就给我往死里治。出了事儿，我兜着。明白。都干快点啊！干不完都别想睡觉。睡着了你，给我过来！睡，不让你睡，你睡不睡了？啊！滚回去！快点！谁再犯困，和他下场一样！两个小时，快拿咱当赚钱方向。早点吧，没你几件事儿。打死你！把门上吧，害得老子要被加期。我今天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
给我精神点儿。这批活明天就得交，干不完了加班，不准睡觉。还加班？你怎么知道？这秘书做的对吗？想挨罚是不是？翻工！快点快点，吃完饭赶紧干活了。这些魔鬼整天整宿的逼着人干活，不把人累死不算完呀。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鬼地方呢？陈云杰，妈的，你完不成任务你还想吃饭，给我出来。没有转圈儿，臭货，他妈的混蛋，250，他妈的蠢货。你他妈的车间任务就是因为你们这些250才完不成的，到时老子要被加期了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。到点了，收工。怎么就不开窍？怎么就做不好呢？哎，这是主在熬炼你，这是主的爱。原来方敏是信主的。这活干不好还要假期，在这里我该学什么功课呢？彼得信神是追求一切满足神，追求顺服一切出于神的，刑罚审判他能接受，熬炼患难生活的缺乏他也接受，一点怨言没有，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爱神的心。这不是爱神之极吗？这不是尽到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了吗？或是刑罚审判，或是患难，你都能达到顺服至死，这才是一个受造之物该达到的，这才是爱中的纯洁的成分。人如果达到这个程度，那就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，这最能满足造物主的心意。我不应该总是要求早点出狱，免除这痛苦。神为我们受那么大苦，我应该顺服神，应该有受苦的心智，为神做见证。快点干！你他妈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嘿，起来，醒醒，起来，别他妈装死。
来。到时候给你右手都发报名，可不说什么呢？赶紧干活，完不成任务就给你们加期。快点！本来干的就慢，还不抓紧。神啊，我想给方敏传福音，可找不着机会。什么时候给他传合适呢？听好了，今天缺货，干完活都回去休息，到时候听通知。太好了，从来没缺过货，怎么一下就缺货了呢？终于可以歇会儿啊！是，快快快！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坐。你是说？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，对。我听牧师说，全能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你们信全能神，其实就是在信人呢。怎么样？嗯，我看你也是好人，我劝你呀，还是谨慎点吧。姊妹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但圣经里多处预言，主末世再来是人子显现。人子在外表看，不就是普通的人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分辨是不是主回来了呢？最主要，得会听神的声音。你看，你看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外表看也是普通的人，但他能发表真理，能救赎人类，所以他是主，是基督。全能神发表了几百万字的真理，你说要是人，能不能发表这么多真理啊？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我就考察考察，你再给我讲讲吧。我给你背段全能神的话，你听听是不是神的声音。终于出狱了，神啊，是你拯救我脱离了监狱，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，神啊，我还要继续跟随你，就是再被抓作奸，我还要顺服你的摆布安排，为你站住见证，羞辱撒旦。
作，许我们极大的信心，许我们极大的爱心，稍不小心就会失脚，因为这不工作，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步工作，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。神做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，话语成为爱心，话语成为生命，傲烈举杯高于越过的星星，需要人都受极大的痛苦，百般的折磨，无论何时都不离开神，当人都顺服之心有极大的信心。